因为对方也是觉得先调状况嘛，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全吹啊，他也没有全部把什么直球都吹出来，只是觉得其实也能够打这样，也其实算很开心了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他当时状况其实挥棒状况其实不错，其实也没有，而且想说春训嘛，先把积极攻击那个态度拿出来，对啊，因为想说。希望能够做积极一点，就是在攻击方面，对、啊，就是尽量就是进我的好球带的时候尽量积极，就是这都是那个行程安排，对啊，就是啊，就是教练就是给我在小联盟出赛，对、啊，就是这是行程，对啊，照着行程走，都还不错啦，我觉得春训都还不错，调整还不错，对啊，尤其在攻击这方面。也还没，都还没输，就是照着时间，照着行程走。